好 ，OK 哈，我们现在来飞这一台是一巡的158，好，那这一台就是模仿玉的外形，好，连遥控都长得很像。那、啊、我们之前开箱有完整的介绍过了哈，它的功能、外形跟基本教学。那我们现在带出来户外飞哈，那今天风3级到4级，说真的风很大。那这台又是算迷你的玉啦哈，它的 size 哈跟我的手差不多而已哈，算是中型的一台四轴飞行器哈，折叠机。好，我们直接来飞了，不理它，飞看看哈。好，退后一点，退后一点哦。好，来一箭起飞。哦呦，哇，蛮稳的哎。哦，还蛮稳的哦，哈，很稳哦。抗风性也不错哈，抗风性也不错。低一点哈，我们低一点，让摄影师先看一下。哦，风来了，风来了。哦 ，OK，OK。哦。被风压下去，再低一点哈，我们让摄影师先瞄一下。好 ，OK 哈，贴着地面飞行了哈，贴着地面飞行。OK 嘛哈，好，那来翻滚一下哈，我们来翻滚一下。翻滚一下，哎呦！哇，风一直压下来哈，风一直压下来。现在飞机是在哪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有点被吃色哦。这样应该没有吧？还没有。好，翻滚哈，再翻一下。哇哇哇！我靠！哇！再翻一下。OK， 哇，翻滚还蛮漂亮的哈，翻滚蛮漂亮的。好，再翻一下。好哦，翻滚很漂亮，再一次。咻，呜。OK， 好，那我在这天空左右飞一下。好，左右飞一下。不好抓哦，也不好飞。今天的风，今天的风。呼呼，逆风，很逆风。哇哇哇哇哇，哇哇哇哇哇哇。好，顺风回来，顺风回来，小心哦，小心。好，逆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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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顺风。建筑物那边都吃色了。好，小心。呼呼，高一点是不是？嗯。好，我们原地这样乱飞哈，乱飞，乱飞哈，看一下它的飞行姿态跟性能，然后，好，小心。有风哈，有风它会乱飞。好、哦，它会乱飞，正常的。哇，逆风，逆风，逆风。好，飞回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、哦，很吃技术哈、哦，有风真的很吃技术，非常吃技术哈、哦。呜呼，拍得清楚吗？嗯。左右这样飞 ，OK 啊、哦，回来了哈、哦，不飞了哈、哦，风太大了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哦，是悬停一下，哦，很像玉，哦，看一下像不像玉，四色对不对？对、哦，这样，好 ，OK， 好、哦，很像玉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我们把它悬停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像不像玉。哦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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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哦，降落了，降落了，降落了，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。我靠！哇！现在有5级风哦。好、哦，阵风，刚才阵风有5级哦。好了，我回来降落了，回来降落了，不行了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回来再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好。好、
哇，很难悬停啊，风太大了哈，很难悬停。好，哇，你看被风吹着一直抖动哈，一直抖动。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好，啊！哇，降落降落，这个真的要降落，来后退一点，我降落一下。好、哦，这一台。好、哦，一迅的158，好、哦，跟玉很像，好、哦，头灯也很漂亮，好、哦，头灯，然后它的摄影机好、哦、可以调整，可以调整角度哈、哦，接近快90度可以调整这样子，然后底部哈、哦，底部做的好像有声呐感测器哈、哦，头部也有哈、哦，很像有声呐感测器。它就是一台长得很像玉的玩具机啊，一迅的158。那我们刚才飞吼，它的飞行稳定度跟抗风性都还可以哦吼。但是刚才的阵风有到5级啦，没有一台玩具机能够5级这样飞了啦吼。那有时候逆风，你的位置头如果判断错误，其实它一扫吼，至少50米就过去了。刚才飞得还蛮惊险的吼，老实说我也飞得很紧张。那这种风那么大吼，大家就不要玩了。它的说明书说3级。以上就不要玩，好、啊、因为没有办法，想说今天刚好有空，出来飞飞看，出来飞飞看，赶快做影片让大家看一下，好、哦，看它这样子飞好不好玩，这样子，好、哦、，OK， 158，一迅的158。